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易。今天从清迈出发到梅林，走一个环线，再绕到杭东。这里呢是一个观景台，风景还不错。其实呢，有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玩呢，最佳选择呢就是去山里走一走，有很多咖啡厅。这边养的珍珠鸡。这两排树呢是网红打卡点，有没有感觉不像在清迈？但是这就是清迈这边。这边呢也是民宿，是英式的建筑。这家民宿的名字呢也是英式的乡村风格。那一看是民宿，这一家民宿呢，外国人过来住的比较多。如果是你的话，过来旅游，会不会选到来这里住一下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，有任何视频意见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告诉我。